之前发生过。所在的盾牌，我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他的大能必遮盖我们，必保护我们。无论在如何的风暴中，天父他永远是作王，我们要安静，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我与你
展翅，暴风山火，扶你让错往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让坐卧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天的崇拜还有三分钟要开始了，不论是在电视机前的还是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好不好啊？要安静一下，来到神的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准备今天的崇拜。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今天很开心看到弟兄姐妹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然后来预备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最近天气已经开始转冷了，所以呢，我想在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要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跟脚，然后呢，要预备我们的心的同时，预备我们的身体来到神的殿中，然后来敬拜他。第一首诗歌，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比较熟悉一些，是一首非常欢快的一首诗歌。然后呢，我希望如果不熟悉的弟兄姐妹们在听第一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拍掌来跟，然后在第二遍的时候，我们要调整好我们的呼吸，来一起敬拜的心，来敬拜耶和华我们的磐石。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赐给我智慧谋略，教导我心坚定于你。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我慈爱的主，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神啊，我要向你弹新歌，颂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所投靠的主。这首歌非常的欢乐，非常的喜乐，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熟悉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不熟悉的我们一起来拍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你赐给我智慧谋略，教导我心坚定于你。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我慈爱的主，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神啊，我要向你弹琴歌颂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我慈爱的主，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神啊，我要向你弹琴歌颂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我慈爱的主，你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神啊，我要向你弹琴歌颂我的救主，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所投靠的主。非常的感恩神，他是我们的盾牌，他也是我们永远的喜乐。阿门。我们要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向他唱新歌，我们要屈膝来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我们要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们不仅在今天，我们在每一天，我们都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来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暴风上空，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们要安静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的能使我安然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是的，在这个世代中，我们可能会面临生活中很多的风浪，但是我们依然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知道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因为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必然看顾我们。让我们继续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
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屈膝来敬拜。主，我们知道不论在何等的境遇里面，你都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邀请你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做我们的主宰，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全人全身全心都交在你的恩手里面，你来带领我们，你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能够活出神你想让我们的样子。我们感谢你，也把今天的崇拜都全然地放在你的恩手里面，你开我们的心眼，你来帮助我们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在身心灵上面都能够有共同的造就。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刘传道。弟兄姊妹平安，真的是能够一起敬拜，真的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日学已经开学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们还没有回去上课，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未来呢，我们会邀请我们的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到前面，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祝福，然后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哎，让我们孩子是在楼上敬拜，然后大人是在这边敬拜，所以我邀请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带着孩子能够到前面来，我们来接受祝福，好不好？我们。他们可能开始之前误会错意思了，我请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到前面来，我们让给孩子来祝祷，然后我们就可以请他们一起再去主日学。我们带着孩子到前面来，对对对，我们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就好了，可能没有，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你们站前面吧，我们都可以来到站在前面，我们让我们大家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孩子现在都长到什么样子了，好不好？我们为他们来没关系没关系，可以有声也发出声音也没有关系，大家不用紧张，可以。OK， 我们非常感恩啊，这些孩子们在这当中，我们会守护着他们一起在我们整个国语堂里面一起来成长，好不好？我们为这些孩子们来祷告。我们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都谢谢你，主啊，真的是你赐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是我们父母的美好的产业，主啊，同时你也是在你神的国度里面，你也是在这些我们的国语堂当中，它也是我们的产业，主啊，我们都谢谢主，我们也都特别的感恩，主啊，你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与他们同在，保守和祝福他们，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真的是恳求你，主啊，你也真的是祝福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智慧和生量也都能够一起的成长，主啊，他们也能够在今后的当中，主啊，能够得着你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恩典，也能够在你的这样的你的里面，主啊，能够一起的能够更好的去成长，也他们蛮有从你而来的智慧，主啊，你的恩典为他们预备，主啊，也让他们真的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经历你的过程当中，也更多的去认识你，主啊，你预备他们成为你的门徒，成为你的子民。主啊，我们都谢谢主，我们也真的是让我们我们也真的是接下来我们大人也有大人的崇拜，小孩子他们也去到主日学的时候，主啊，都保守他们也能够更多的能够去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感恩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啦，拜拜，你们要去你们的主日学了。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孩子其实因为疫情还有一些人没有回来，但是我们会慢慢的孩子会越来越多，我们也将会要陪伴着他们一起的来成长。好，我们接下来是牧祷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来联系我，来告诉组长也可以。然后我今天其实想要通报一点点郑欧牧师的消息，他已经去到柬埔寨了。Yeah, Reverend Jay, he just went to Cambodia this week, actually. And he will stay in there until end of July. Yeah, 那他会七月份才会回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支持他。当然，我们也为他来代祷。现在他已经到了，然后师母还在这边。郑欧牧师一个人去的。对，然后我们也替着他在柬埔寨的这样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为他祷告。然后因为他是然后对，然后我们不仅仅是为郑欧牧师在那边的服事祷告，同时我们为柬埔寨的他们的那个群体祷告。这个其实是他们那个高棉的群体，可能我们听过红色高棉，其实就是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族群。他们那个族群呢，其实信主的比例就比较低了。然后虽然说周牧师他们在那边主要可能是服侍那种有华人背景，但其实这也是他们很大很大的一个服侍的一个群众，所以我们为这个民众为这个族群来祷告。但是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问题呢？不说问题啦，就是他们的传统，就是他们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信佛教的，然后对这个传统宗教就是他们影响很大，让他们很难去接受这个福音。但是我们也为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需要，我们来线上祷告。详细的细节我们会在那个周报里面也会有，好吗？然后我们看看其他的，我们继续的为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来祷告了，真的是要不断的纪念他们，对，然后也纪念郑欧牧师啊，柬埔寨，还有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我们主任牧师的聘请，我们慢慢的已经开始了，有两位到三位的这样的一些那个 candidate 应该叫什么候选人，对对，有两到三位的候选人，就是我们会慢慢的去接触他们，为神能够去带领我们来祷告。然后对啊，我们为长青组的弟兄姊妹他们来祷告。你看疫情慢慢的已经两三年了，但他们还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当中，求神继续的去纪念他们，好吧？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都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在 Easter 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经历你的恩典，我们重新意识到，主啊，你为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你那里得着生命，得着永恒，更有祝福的生命。主啊，我们都谢谢你，也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平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真的是要不断的能够去感谢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在我们现在享受美好的生活，但是在俄罗斯在乌克兰那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
人正处于战火当中，主要我们也看到这个战火已经持续了大概有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主啊，也都祈求你真的是能够去怜悯受到战火这样影响的人们，主啊，也真的是保守他们能够在这个战乱当中，主啊，能够生命基本所需能够得到满足，主啊，也真的是祈求你安慰他们伤痛的心，也能够真是在度过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间。主啊，不仅仅是物质上他们有需要，主啊，他们也真的是在信仰上，在属灵上也是有很多的需要。主啊，也都祈求你都大大去使用我们相关的这些国际的这样的一些的组织，不仅是给他们提供物质，主啊，你也真的是让他们能够去让你去能够去传你的福音，向他们来介绍你，主啊，也让他们知道，主啊，你是他们唯一的主。主啊，我们都谢谢主，也愿意真的是这个战争能够快点的平息，也让正常生活能够回到他们当中。主啊，我们都为此而祷告。主啊，我们意味着柬埔寨的这样的一个高棉的群体，我们都献上祷告。主啊，你真的是让这样的一个群体，主啊，在过去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主啊，真的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战乱的原因。主啊，都祈求你这样能够去医治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的伤害。主啊，你也能够让他们这所经历的这些苦难能够成为福音在他们心里面生长的这样的一个土壤。主啊，也都帮助他们，让他们明白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爱和宽恕。主啊，也为着真的是福音在他们当中能够去扩散献上祷告，在他们当中有 很小的一部分的基督徒，但主啊，你也都使用他们，也让他们都成为他们自己族裔当中的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愿意更多的人能够去接受你的福音。主啊，也让真的是无论是来自任何国家，像郑欧牧师这样的宣教士能够去到他们当中去服侍你，去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当中。主啊，都祈求你来亲自的怜悯，亲自的来祝福。主啊，也为着郑欧牧师在柬埔寨的服侍，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得到你对他们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主啊，你也让他能够去在划船服侍，也能够去到柬埔寨能够去服侍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居民。主啊，都祈求你都保守郑欧牧师的身体，他在那边还要持续的接受治疗，还要打针。主啊，都保守他，也让那边的医疗机构主啊也能够去很好的帮助他，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些的持续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同时主啊，你也大大的去使用他，恩待他，也让他真的是他所讲的他所做的主啊都能够去造就当地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去把福音广传。主啊，我们相信你，主啊，你的仆人是你所祝福的。主啊，你传福音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主啊，我们都祈求你都亲自的去使用郑欧牧师，也真的是为着我们的主任牧师的聘请，我们都献上祷告。主啊，我们都谢谢主，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主啊，你也一直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慢慢慢慢的去看到，主啊，你真的是给我们对我们中央浸信会的这样的一些的心意。主啊，你也让我们去让我们去慢慢慢慢的去看到，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哪样的怎样一位的主任牧师。但主啊，也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啊，都继续的去引领我们，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思量，去明白到底谁是你为我们预备的。主啊，也为着我们长青组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献上祷告。主啊，都祈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也让他们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在不能出门的时候，主啊，也能够去更多的去亲近你。主啊，能够明白你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主啊，我们都谢谢主，在各项事项都祝福和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主啊，都奉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到了奉献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然后神也是特别喜悦我们的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我们还是大家在现在在鼓励大家做电子转账的奉献，教会的银行信息，如果想做现金奉献的话，可以来到教会有一个奉献箱。我们稍微看一下三月份的奉献统计，这是我们的一个累积的一个总额。好，
还有我们的洒水系统，我们大家都看到教会都有一些些变化，在上面安了很多红色的管子这些，对吧？所以我们的洒水系统，我们的筹款金额还是刚刚达到58%，所以鼓励大家继续做奉献，如果神感动你的话。好，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为了奉献向你祷告。天父啊，我们都知道你是万能的主宰，你是唯一的神，天上地下都是你的，你本来都不需要我们的一分一毫，因为这所有都是你的。但是你给了我们十一奉献的诫命，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所得还有我们赚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天父啊，我们都求你在这里都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让我们奉献的时候都不作难，让我们都思想都思考你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是那么的毫无保留，那么我们相应的我们在奉献上面也应该做的心甘情愿。天父啊，都求你都悦纳我们的奉献，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号祈求，阿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简迪明牧师，我们翻译的是王超弟兄。今天经文来自于约拿书1:1-16。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致谦，致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以上是神的话。It's a delight to be back with you again so soon from last time I was here. 很荣幸你回到大家当中。And great to have the children with us as well. 看到很多小朋友也很开心。Have you ever had to do something that you didn't really want to do?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十分不情愿的事情？ Being the only son in a family with five sisters, I can recall
that some of the chores I had to do growing up as a teenager that my sisters didn't have to do. 作为我们家的独子，我有五个姐妹，我可以回忆我的童年时期，我必须要做很多的家务，而我的姐妹们却不必做。I spent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trying to avoid some of the chores rather than actually doing them. 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试图逃避这些家务，而不是真正在做。Even 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here I don't want to do some of those things. 即使是现在，有些家务我仍然不想去做。And probably all of us have been there at some time. 可能我们当中所有人都有类似的境况。Most of the time, the things we don't want to do are things that actually someone else has asked us to do. 我们大多不想做的事情，一般都是被别人要求要做的事情。And we might even grumble about having to do whatever we don't want to do. 我们甚至因着不得不做这些事情而去抱怨。I've got grandkids who can stubbornly refuse to do certain things and can grumble about it for hours on end. 我有孙子孙女。他们有些时候固执拒绝做某些事情，甚至为此抱怨长达几个小时之久。But it's not a unique scenario, because we all grumble about something. 这不是一个独特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在抱怨一些事情。And so in today's passage, we see a man who was directed by God to go and do something, but he didn't want to do it, so he runs away as far as he can.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被神差派去做事，但他不情愿，所以他跑尽可能的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So today we start our series on a new book, Jonah.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一本新的书，叫《约拿书》。Although it'll be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you'll do the next one. 下本书之前，我们可能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要看这本书。Now it's an Old Testament book that is actually well known. 这是一本众所周知的旧约书籍。I mean, most of the world knows that Jonah being swallowed up by a big fish, but that tale is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book. 实际上，大多数人都知道吞掉，但是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小部分。Jonah was an Old Testament prophet. 约拿是旧约的一个先知。There's a lot of controversy about the book. 关于这本书有很多争议。It's unknown whether Jonah wrote it himself or exactly when. 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不是约拿本人写的这本书，也不清楚是何时完成的这本书。Many biblical scholars also debate what type of literature this is. 很多圣经学者也在争论这本书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的著作。Is Jonah a fictional story or a parable or is it actually historical?约拿书究竟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一本预言书，还是一个历史事件 ？Really doesn't matter, though. Jesus seems to refer to Jonah and what happened to him as an historical event. 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尽管耶稣似乎把约拿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称为历史事件。Now Jonah has a few themes in it, but repentance and God's love for the world is amongst the top.约拿书当中有几个主题，其中悔改和神爱世人是当中最重要的两个。You know, Jonah was a reluctant prophet, and even at the end of the book, he isn't reconciled with God, and he's still angry with God. 约拿是一个很特殊的先知，甚至在本书的结尾，他依然与神在摔跤，不高兴。You see, Jonah was a prophet who grumbled about God. 约拿是一个抱怨上帝的先知。And as we study the book of Jonah, we'll see how Jonah is not only upset with God,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see how God deals with Jonah's grumbling. 当我们学习约拿书时，我们不仅要看到约拿如何不停地在抱怨对神不高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神如何对付约拿的不高兴。We see God's true heart for Jonah.But also for all people of the world. 我们将会看到神对约拿以及整个世人是多么的真诚。Here we see God calling Jonah for a task, but Jonah's response is very much complaining about God's mission for him.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呼召约拿去完成一项任务，但约拿却在此抱怨不停。
Now our passage begins with a proclamation that the word of the Lord comes to Jonah. 经文以宣告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为开始。And this is a typical wording for those who God calls as prophets. 这是神呼召先知的典型措辞。God spoke to them by dreams and visions and sometimes directly, after which prophetic words are given detailing what the Lord has said. 上帝有时通过梦异象直接地对以色列人说话，更有时呢，先对先知说，然后先知再做详细解释。Here, however, the words come with a direction. 然而在这里，预言带着一个方向。Lord tells Jonah to go to Nineveh and preach against them. 主吩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谴责他们的恶行。” Which is interesting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prophets proclaim the word of the Lord to Israel or to Judah itself. 这很有趣，因为大多时候先知向以色列人或犹大人本身宣讲主的话。But here the Lord tells Jonah to go to Nineveh, which is a Gentile city in the capital of the Assyrian Empire, who had been an enemy of Israel for quite some time. 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去尼尼微，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亚述帝国的首都。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相当长一段时间。It's a strange request for an Israelite like Jonah. 这对于像约拿这样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要求。And even more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fact that the message that Jonah was supposed to give was preaching against Nineveh.更有趣的是，神要约拿向尼尼微传达的是谴责的信息。It wasn't to bring a message of hope, but one of condemnation. 不是要带来希望的信息，而是带来谴责的信息。Jonah was to essentially pronounce judgment on Nineveh because of their wicked ways, which had become God's focus. 约拿基本是带着上帝的审判来，因为尼尼微的恶行达到了神的面前。God is fed up with Nineveh. 上帝烦透了尼尼微人。However, when confronted with such a mission, Jonah doesn't pack his bag and head for Nineveh. 然而，当面对这样的任务时，约拿并没有收拾行李前往目的地。Instead, he goes the other direction. 而是走的完全相反的方向。The passage says that Jonah ran away from the Lord. 经文里讲约拿逃避耶和华。He wanted to go to a place called Tarshish.他想去一个叫做特施的地方。Now Jonah came from a town called Gath Hepa. 约拿来自一个小镇叫做加特赫福。Nineveh was over 800 kilometers to the northeast of Gath Hepa. Can you say it again? Nineveh was over 800 kilometers to the northeast of Gath Hepa. 尼威大概位于加利利海东北约800里处。But Jonah runs the other way, to go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which was Tarshish. 但约拿却决定往另外一个方向跑路，而且尽可能跑得越来越远。Tarshish wa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Mediterranean. 来到了特什，位于地中海的另外一边。It'd be like being told to go to Perth,But you decide to go to New Zealand instead. 好像神差派你去西澳的珀斯，而你却一路跑到了新西兰。It was the exact opposite to what God had told him to do. 这是神要差派你去的完全相反的方向。So Jonah finds a ship in Joppa, and he tries to run away from what God calls him to do. 所以约拿在约帕找到了一艘船，试图逃避上帝对他的呼召。Because Jonah didn't really want.To proclaim any message to those in Nineveh. 因为约拿不想向尼尼微人传讲任何的信息。So he gets into the ship, but he sets sail to go to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ea. 所以他就开船远行到大海的另外一边。And then the Lord sends a huge storm on the sea. 耶和华使海中狂风大作。So bad that the ship is close to being destroyed. 这是如此糟糕，甚至于整艘船都要被摧毁。It looks like Jonah, like God is angry with Jonah for trying to run away and do the opposite to which Jonah was to do. 这看起来好像是神在对约拿发怒，因为神不高兴约拿试图逃跑，
而逃避他的呼召。But God isn't trying to kill Jonah in his anger. 上帝并没有想在他的愤怒中杀掉约拿。If he was trying to kill Jonah, then he could do that with great swiftness. 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就像我们拍死一张蚂蚁一样的快。But I think what God is trying to do is to let Jonah know how important the mission was. 相反，我认为上帝是想让约拿知道这个使命是多么的重要。Now God could have used anyone to proclaim his message, but he chose Jonah. 而且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来宣讲他的信息，但他却选择了约拿。And when Jonah runs away, God could have used someone else.But it was important that Jonah be the one to deliver the message to Nineveh. 甚至约拿逃跑时，上帝原本可以兴起另外一个人，但上帝却执意拣选约拿向尼尼微传达信息。So this storm is to get Jonah's attention and to show him how serious God is about getting the message to Nineveh. 这场风暴呢，是为了引起约拿的注意。并向他展示上帝对尼尼微人是如此的真诚。It was a great storm. The sailors were full of fear. 这是一场大风暴，水手们充满了恐惧。The boat is filled with pagan people, each who worshipped a different god. 这艘船上挤满了异教徒，每个人都敬拜不同的神。So each cries out to their own god for help, but no help came. 每一个人都向自己的神呼求，但没有一个神出现。They tried to lighten the ship by throwing over all the cargo overboard, but it didn't change anything. 他们试图把所有的货物扔到海里来减轻船的重量，但这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And while all this is going on, Jonah is below deck fast asleep. 当这一切在发生的时候，约拿他在甲板下睡得很熟。In fact, the passage tells us that he was in a deep sleep. 经文甚至说他处于深度睡眠状态。Kind of reminds me of that time where on the Sea of Galilee Jesus fell asleep on the boat when he was in danger of sinking. 让我想起有一段时间，主耶稣自己也在加利利的海的船上睡着了。And here, the sailors were very seasoned and used to all kinds of weather conditions, but they were very fearful and did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prevent the ship being destroyed.在这里，经验丰富的水手习惯了各种恶劣天气，但他们却在恐惧中失去了理智，并尽一切努力防止船被摧毁。However, the captain finds Jonah below deck sleeping and calls him to pray to his God. 然而，船长发现约拿却在甲板下睡觉，并叫他向他的上帝祈求。The captain wanted everyone on board to call out to their own God. 船长希望船上的每个人都向自己的神呼求。The sailors were so desperate they wanted to know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is storm. 水手们绝望坏了，他们想知道到底是谁引发了这场风暴。So the sailors cast lots to find out who was the one that had brought this calamity upon them,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signifying that Jonah was the cause of their troubles. 水手们甚至撤签，以找出这场灾难事件的真凶，而这签最终落在了约拿身上。这签。The sailors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Jonah to find out why this storm is so perilous and strong. 所以大家想知道约拿的所有事情，并为什么这场风暴如此的剧烈。Jonah says that he was a Hebrew who worshipped the Lord, the one 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land. 经文说他是希伯来人，他敬畏的耶和华是创造海洋和陆地的神。And with these words, the sailors were even more afraid.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水手们更吓得更坏了。Because even though the sailors wer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worshipped different gods, there was a common thought in the Near East at that time that the supreme god was the master of the seas. 尽管水手们每个人都拜自己不同的神，在当时的世代中也有各种各样的神，在当时所公认的一位至高神呢是海洋的神。It really frightened the sailors to learn that Jonah may have upset the supreme god. 所以呢，水手们就很害怕，他们惊惹怒了至高神。And so I find the sailors' question to Jonah interesting. 我发现水手们向约拿提出的问题非常有趣。
They ask, "What should we do to you to make the sea calm us down?" What should we do to you? 他们问我们当向你怎样行，才可以使海浪平静呢？我们该怎么对付你呢？ So they didn't ask what they should do, but what they should do to Jonah. 他们不只是在问他们该做什么，而是在问他们该怎么收拾约拿。And Jonah responds with this very ominous tone when he says, "Pick me up and throw me into the sea." 约拿非常老实地说，把我抬起来扔到海里。 You see, Jonah knows that the Lord is the cause of the storm, and he knows that it will stop once he is off the ship. 约拿知道风暴是从主而来的，也知道一旦他下了船，风暴就会止息。 And here we see a bit more of Jonah's heart and how hard it was.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的心是多么的刚硬。Jonah didn't want to go to Nineveh, and he would rather die than go there. 约拿不想去尼尼微，甚至连死都不愿意去。He just says to them, "Throw me into the sea, because that would be a death sentence." 只是告诉他们把我扔到海里，就像是对自己宣判了死刑一样。He had no life jacket or raft.没有救生员，也没有木筏。He wouldn't survive in the sea all that long. 他不会在海里存活那么久。Jonah wanted to choose death over obeying the Lord. 约拿甚至想选择死亡，而不是选择顺服主。It seems a bit extreme. He never even called out to God. 看起来非常奇怪，他从来没有呼求神。He never asks for forgiveness. 他也从来没有请求宽恕。He would rather die than do that. So why is that so? 宁死也不愿意那么做，究竟为何呢？ See, God had told Jonah to bring a message of judgment to Nineveh, and Nineveh was one of Israel's enemies. 神吩咐约拿传道谴责尼尼微，而尼尼微呢，却是以色列的敌人之一。 And you might think that a prophet of Israel would like to go to one of Israel's enemies and cast judgment on them.But there is something in God's direction that bothers Jonah. 你可能会认为以色列的先知到以色列人敌人当中对他们宣判神的审判，但是在神的指示当中有一些事情却困扰着约拿。Now we don't find out the exact reason until we get to chapter 4, but we can infer a few things in this passage. 我们直到第四章才能找到真实的原因，但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可以推断出一些事情。If God really hated the people in Nineveh, why would He warn them about His coming wrath? 如果神真的是这样恨恶尼尼微人，他为什么要提前发出警告呢？ Wouldn't He just destroy them without warning? Why give them a warning then?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摧毁掉？为什么要警告他们呢？ It's because God loves the people of Nineveh too. 这是因为上帝爱尼尼微的人。He wanted them to know.That he is upset with them because of their wickedness. 他想让他们知道，因着他们的恶行，上帝非常不高兴。You see, Jonah didn't want to go to Nineveh because he didn't like the fact that God loved Nineveh too. 约拿不想去尼尼微，因为他不喜欢上帝也爱尼尼微这件事情。You see, Israel was very proud to be called God's chosen people. 以色列非常。自豪地被称为上帝的选民。The Lord loved Israel and tolerated a lot from them. But where there were times when the Israelites thought that God loved only them. 耶和华爱以色列人，并且容忍了他们很多年很多事情。但有时候以色列人却以为他们神只爱他们。And while they were God's special people, they were not God's only people.他们虽然是神特别选出来的子民，但他们却不是神唯一的子民。They regarded themselves as superior, when actually all people are God's creation, and He loves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他们认为自己是优越的，而实际上，上帝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They could become jealous. We see this in Jesus' time.以色列人可能会变得嫉妒，我们在耶稣的时代看到了这一点。Because you see, the Pharisees thought themselves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obedience to God's words.
法利赛人自我为意，总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好，因为他们顺服神的话。They thought the Lord loved them more than the disobedient. 他们认为主爱他们胜过那些不顺服的人。And Jonah doesn't even want to acknowledge God's love for the people of Nineveh, and he stubbornly refuses to obey God himself. 约拿不想承认神对尼尼微百姓的爱，他固执地拒绝顺服神。He prefers to die than to show God's love to the enemy of Israel. 他宁愿死，也不愿向以色列的敌人宣讲神的爱。Now you contrast this stubbornness and lack of compassion with that of the sailors. 当我们把这种约拿的固执和水手们进行对比的时候 ，You see, they refused to throw Jonah overboard. They try to row back to shore, but the storm becomes worse. 水手们拒绝把约拿扔下船，他们试图把船划到岸边，但风暴变得更加剧烈。They had compassion for Jonah, even though he was the cause.Of their trouble. 尽管约拿是麻烦的根源，但他们却有对约拿有怜悯之心。Even the captain went roun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was okay. 船长也在到处走动，来确保每个人都平安。He had compassion for everybody on the ship. 他对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抱有同情心。They considered Jonah innocent, but he wasn't. 他们觉得约拿是无辜的，但他不是。He was disobedient to God, but they didn't want his blood to be on their hands.约拿不顺服神，但是他们不想让约拿的血沾在自己的手上。But they gave in. 所以他们屈服了。And eventually the sailors threw Jonah into the sea, and instantly the sea became calm. 最终水手们把约拿扔到了海里，海面立刻变得平静起来。Reminds me again of when Jesus calmed the storm. 这再次让我想起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At Jesus' word, the sea grew instantly calm.主耶稣的话一出，大海立刻变得平静。It shows the supernatural power of God. 显出了神有大于自然的能力。Because in both cases, the Lord had mastery over even the forces of nature. 在这两种情况下，主都掌控了整个大自然。And so, seeing the radical change in the weather, the sailors respond by offering a sacrifice to the Lord and make vows to Him.水手们看到天气的急剧变化，开始向主献祭，并且许愿。This is again a great contrast to Jonah. 这些举动又是与约拿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You see, the sailors saw what the Lord could do, and they revered him, and they worshipped him. 水手们看到了主的大能，他们开始敬畏他，敬拜他。And the other hand, Jonah knew what was happening, and he refused to turn to God.另外一方面，约拿非常清楚神在做什么，可他却转面。Jonah refuses to repent for running away, but he holds steadfast to his decision. He's going to run away from God's mission. 约拿拒绝为逃跑而悔改，甚至坚决地逃离上帝的使命。Jonah resigns himself to die rather than responding to God. 约拿宁愿听天由命地去死，也不愿回应神。God wants Jonah to follow his mission.So he tried to shake him and show him how serious he was in wanting Jonah to go to Nineveh. 神要约拿跟随着使命，所以神试图摇醒他，让约拿知道是神想差他去尼尼微这件事是多么的真诚。Because it was important for Israel and the whole world to see the love that the Lord has for all people. 因为对以色列和全世界来说，主爱世人这件事情是极为重要的。Our wickedness grieves God. 我们的邪恶使神忧伤。If He didn't love us, He wouldn't even bother with us. 如果他真的不爱我们，甚至不会来打扰我们。His interest in our lives is proof that He loves us. 他对我们的生活仍保有兴趣，已经证明他真的爱我们。And yet, unfortunately, history is filled with Christians who refuse to follow God's mission and reject His compassion.For all people. 不幸的是，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拒绝遵循上帝的使命，拒绝他对世人的同情。There are times when Christians get focused on the sins of others, and we can get caught up with how far they are away from God. 有时候基督徒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别人的过犯上，陷在其中，离神越来越远。
And these people may be the enemies of Christians and of God. 这些人甚至可能是基督徒，甚至是上帝的敌人。And there are those who persecute believers and belittle our beliefs, but God loves them too. 他们当中甚至有迫害基督徒，贬低我们的信仰，但是神也爱他们。They are sinners as we are.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You know, at times we Christians love to hold up our high morality as if we are superior, but tend to forget that our own sinfulness and how the Lord's grace has come to us. 有时我们基督徒喜欢保持我们崇高的道德情操，好像我们是优越于别人的，但往往忘记我们的罪恶以及主的恩典是如何临到我们。We too are called to share with those who don't believe.But instead, we often stand condemning those who haven't met Jesus yet, like as if we are someone special because we believe. 我们蒙召本是要向那不信的人传福音，但相反，我们却常常谴责那些还没有遇见主的人，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优越于他们一样。We believe not because of an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but because of what Jesus has done.我们能够相信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You see, friends, I am incredibly saddened that in some places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hatred and bigotry and racism and disunity. 我感到非常难过的是，在某些地方，福音派基督徒已经成为仇恨、偏执、种族主义和不团结的代名词。Evangelical literally means good news or gospel. 福音派的字面意思是好信息。But there is little good news with some evangelicals nowadays. 但对于现时代很多的福音派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好信息。We've become like Jonah, refusing to have compassion for thos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us. 我们变得像约拿一样，拒绝同情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We grumble about God's love for people and seek to poke holes in their faith.我们抱怨上帝对世人的爱，并试图在他们的信仰中挑毛病。We cheer when a lost sinner repents and turns to God, but there are times when we grumble about letting them into our own exclusive club. 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我们本应该与他们一同欢呼，但有时我们却抱怨让他们进入了我们的私人俱乐部。This is often the picture that the world sees us to be. When Jesus said,That the world should recognize us by our love and our compassion. 这是现时代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信仰，但耶稣却说，世界应该通过我们的爱和怜悯来认识我们。You see, Jesus died for all because there are none worthy. 耶稣为所有人而死，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上。Even the best of our goodness is as filthy rags to God.对于上帝来说，我们心中最大的良善摆在他面前，也不过是一块肮脏的破布。And Jesus died on the cross so that people of all types could come and find their home in heaven.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各种类型的人都可以来到天堂，找到自己的家。And who are we to question God's love for others? 我们是谁？有什么权利质疑神对世人的爱呢？ We have to be out there.With God's word in our heart, but also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grace and mercy. 我们必须心中带着上帝的话，爱和真理，恩典和怜悯。We have to be a light, not because we are more moral, but because Jesus loves us first, and we should have that same compassion towards others. 我们必须成为一束光，不是因为我们有更高的道德，而是因为耶稣首先爱了我们。我们应该对别人有同样的怜悯。We cannot lose sight of God's mission. 我们不能忽视神对我们的使命。Our mission isn't for us to find salvation because we already have it in Jesus. 我们的使命不是让我们找到救恩，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里得着了救恩。Our mission is to proclaim the good news to those who have not heard it or recognized it. 我们的使命是向那些还没有听到主耶稣名字的人劝讲福音。Now we've recently studied the book of Philippians,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Apostle Paul.
最近学习了使徒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And before Paul came to believe in Jesus, he was a Jew who persecuted Christians. 在保罗认识耶稣之前呢，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He would lock them up. He approved for them to be killed. 他把他们关起来，甚至杀死他们。He was an enemy of Christians, but while on his way to Damascus to arrest believers there, he was stopped along the road by Jesus himself and was blinded for days. 原本是基督徒的敌人，但在前往大马士的路上，被主耶稣的大光照瞎了眼睛。In order to regain his sight, Ananias came to Paul and placed his hands upon him, even though he was reluctant to do so.为了使保罗恢复视力，亚拿尼亚来到保罗面前，把手放在他身上，尽管他非常不情愿做这件事情。Paul was the enemy, but God had plans for him. 保罗是敌人，但是神对他有计划。And Paul saw the errors of his ways. He came to believe in Jesus, became one of the greatest champions of Christianity in history. 保罗看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开始转向耶稣，并成为历史上基督教护教者最伟大的之一。Who are we to know what plans God has for people? 我们是谁？怎能知道神对人的计划呢？ We're told to go and preach, to share the good news to those who need to hear it, both the downtrodden and the enemies of God. 我们被呼召去传道，把好消息分给那些还没有听闻的人，无论是被践踏的人，还是上帝的敌人。We can be like Jonah and grumble about God's mission for us.我们可以像约拿一样继续抱怨上帝对我们的使命。We can refuse to follow God because He has love for people who do not follow God, or we can learn from God's own compassion and have compassion towards those who need it. 我们可以拒绝神，因为他对那些不跟随神的人有爱；又或者我们可以学习神自己的怜悯，对那些需要的怜悯也怜悯的人发出怜悯。We are called to be like Jesus, and He loved even the worst of people.我们呼召要像主耶稣一样，他爱甚至是最坏的人。He shared meals with prostitutes, with tax collectors, all sorts of wrongdoers. 他与妓女、税吏和社会各种底层人士一起吃饭。He wasn't afraid to look dirty because he knew that that was what was needed to become clean. 他不怕看起来肮脏，因为他知道这是变得干净所需要的。All these other people had been written off by the religious leaders, but they needed a personal touch. They needed to feel loved. 那些被宗教领袖拒之门外的人，他们需要个人接触，他们需要感觉到主的爱。They shouldn't be ignored. 他们不应该被忽视。People like that need to feel the good news that God loves them and Jesus died for them.这样的人需要感觉到神爱他们的好消息，耶稣为他们而死的好消息。So let's go out and accept God's mission to proclaim the good news to all who need it in both word and deed. 让我们走出去，接受上帝的使命，向所有需要听到他的人宣讲好信息。And may God bless us as we journey on. Amen. 愿神祝福大家。阿门。感谢节目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信息，其实也是在挑战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逃避这样的神的一个人。好吧，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能放到吗？你那里应该是没有开。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你
奇妙，使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使我永远不能说尽。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一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你近，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是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一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你近，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你近，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主啊，你是不断引导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朝着你要我们去的那个反方向走，但主啊，你不断的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你不断的来帮助我们，帮我们重回正路。主啊，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像约拿一样背逆，但主啊，也祈求你都与我们同在，祈求你每一天都在我们生活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奇妙的作为，我们谢谢你这样不能测透的爱。主啊，也愿我们也都能成为你的器皿，成为这样一个福音的管道。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都奉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人。我们看见是有 Winston 荣弟兄，是吗？我们请你起来一下好不好？我们欢迎你。你是第一年来到这边的学生对吧？是，对，非常欢迎你。之后我们大概崇拜差不多我们的崇拜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希望你也真的是能够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认识你。待会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跟我们的荣弟兄我们的这位小弟兄去跟他去聊一聊，好吧？OK， 好，我们接下来有一点点的报告的时间。好，
好，现在有一些每周的报告的时间。好，今天OK， 今天崇拜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有流传到一个讲解路加福音的比喻，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大家在这里一起参加路加福音，对，然后呢，如果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是10:45那个 link 会发到群里，请大家注意，好吧？还有下一个，下个主日5月1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所以会有词汇奉献。如果在这里的大家去请准备，然后如果在家里的请自己准备好饼和杯。下一个 OK， 这个是一个敬拜队和音响的工作的工作坊，就是敬拜队还有 PA 方面的，这个并不只限于现在的敬拜队和 PA 的人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参加。然后这个报名非常重要，因为会有一些材料需要提前准备，需要准备相应的份数，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是在5月21日周六下午2点到5点在我们教会。这个是一个一个环球圣经讲座，是讲哥林多前书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网上报名。我们的祷告会还是在每周二和周四在网上进行，8到9点请大家参加。下一个 OK， 这个是下周的服侍人员的名单。好，我们差不多我们今天崇拜到此结束，我们也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我们可以起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浇灌和感动，天天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你也使用我们、差派我们，也让我们成为你福音的管道，也让我们可以去祝福全世界其他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赐福于你。我们唱完了以后，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家彼此的问安，然后我们就可以散会。Thank you.